周格尔，大家应该对我应该不是太陌生了，那我是小雪，很高兴啊，事隔了几个月吧，应该是三个月，又重新来到这个舞台啦。那因为最近都是下雨，所以你们有来我真的是很开心，还有看到那哈我的好朋友，然后那是那个魂生命令，你先帮我安排下一首，就我们直接唱谁，这一个是答应了我们的李文狗狗，你有来啊，我就唱 Steady OK。 好，那呢还是同样的老话一句，想要听什么歌欢迎能够点上来，只要我会唱的话就都尽量的给你们安排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先安排这一首点唱的，先一首魂生魅力送给你们。为谁你在咆哮，为了你心情变成美丽，在